你好，你是谁？贵贵。嗨，贵贵。我准备好了。爸爸。啊，什么什么？什么时候要结束？啊，贵，那你记得圣诞老公公吗？记得。他长什么样子？是爸爸扮的。不是啦。真的是，我有看影片哦。怎么可能？哪有影片？谁让他看影片？你看什么影片？看爸爸扮。没有吧？真的有？没有啊。有。那个是我，没有，那个是我出去的时候啊，圣诞老公公进来啊，那个不是我、啊。对啊，不是爸爸吧？我有在 B 1遇到他、欸，我有在 B 1遇到他。那爸爸有跟他打招呼吗？爸爸有跟他讲话哎、欸。我跟你说，我有看影片说你那个你有脱衣服，那个是你扮的。鬼鬼长大了，谁给他看？谁给他看影片？有啊，是谁呢？播影片给你看？忘记了，还是他自己电视上转转转，然后演算法跳出来，你就自己看。你看到电视上的哈、嗯？啊，那个是我在演戏啦。那个不是吧？对啦，所以不是我。那个是爸爸在演圣诞老人，但其实这世界上真的有别的圣诞老人。不然你今年再写卡片，写给他看看，真的圣诞老公公会来？会来哦。那要用英文写给圣诞老公公吗？用英文写你会吧？我会写 Spiderman。还有问题吗？哦，有啊！我觉得来宾有点不耐烦了。有啊！最漂亮第一名一定是妈妈。哇！好，第二名是谁？阿爸。阿爸。还有人问说。那你知道妈妈的工作是什么吗？赚钱。没错，很有道理。也是。那爸爸的工作是什么？拍片。哇，对，我是拍片呢。对呀。那我问一个很难的，你知道汉的工作是什么吗？哦，被骂。录音。对，是录音。啊，那我问一个比较残忍的，你知道零的工作是什么吗？我给你掌声。很好，贵贵，你知道哎、欸？你怎么知道林都在偷懒？对呀、啊，林怎么偷懒？他在我们家都在做什么？他没有在照顾米宝，有在跟小舅妈玩。所以把米宝丢给小舅妈，对不对？哎，小朋友是不会骗人的、哦。他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好啊，知道了。难怪我们家也那么喜欢来我们家，对啊，脱音啊，直接脱音啊，好开心的、哦。有人问说，贵贵，你觉得上那个幼儿园，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？回家。上学就是老师说回家的那个时候是吗？如果你在外面走失。对不对？大家就会问你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爸爸是谁、欸？小朋友，你是谁的儿子？你爸爸是谁？你妈妈是谁？”我教你，你一定要跟警察说我是蔡桃贵。哦，不是讲说我爸爸是。你就跟警察说我是蔡桃贵，那就好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知道你是谁了。他就知道你爸爸是谁。嗯。为什么？真的、啊。真的。因为你爸爸很红啊。什么东西？变红了，我很红啊！他刚好像在呛你，变红？哪有？你有比我红吗？你比较红还是我比较红？爸爸，对啊、哎呀，爸爸比较红。我是贵贵，大家拜拜，拍手。耶、yeah, oh, ！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贵贵，谢谢。阿波可以问你问题吗？阿波说不行，他摇头了。阿波，你现在穿的那个衣服是谁？那谁喜欢浩克？小熊跟爸爸。啊，小熊也喜欢浩克哦。嗯，还有你。还有我。你喜欢浩克、哦？我被安排的、啊。好，那妈妈呢？神力女超人。哦，我也是被安排的。被安排的，那你和汉呢？蝙蝠侠，好厉害哦！我们现在聊英雄好了，因为我们这网友问题，他应该自己不会回答了，好不好？小舅妈是幻视，哦，小舅妈幻视，幻视哦，嗯。那米宝呢？米宝是超能力霸王，哇！他完全记得，就是我们那个桃贵4周年的变装 party 啊，大家跟
不是，我要是喜欢那个 Elsa Lady Go 这样吗？哎、欸欸，你懂哎、欸，米爸喜欢 Elsa。啊，那林呢？林是什么？记得林吗？啊，记得。猫女啊，对啦，猫女啊，对啊。那阿公跟阿嬷呢？女超人、欸、他讲的不对哦對、啊、大家可以去那个蔡康大夫频道看一下蔡康大夫四周年的变装 party， 大家变装他都记得哦。莎莎你记得吗？七博士，哇，秒回答。那猪咧？猪猛毒，猛毒。小雪球咧？坏了黑蜘蛛了。不记得有什么记忆力、啊？哎、欸，汉你自己都忘记了吧？对啊，那越来越难了、哦。嗯，那个滑你记得吗？闪电侠滑超难的。云奇嘞？云奇嘞？雷神索尔。哇、哦、哇！那靖玉嘞？对，美美啊，靖玉。很难的。黄昏。黄蜂女，哎、欸，黄蜂女，对，都讲出来了。那妮塔呢？妮塔，你记得？蚁人，蚁人呢、欸？哦，哈哈 ，baby 的这边都记得哦。我没有想过他的漫威世界这么广，对、欸哦，他懂很多英雄哦，他懂超多的。那还有那个雅尼是谁？鹰眼那么冷，对，鹰眼很冷的。后来Taco，十四，他全部秒回答。他的那个漫威世界很大，很厉害啊！他都认识哦，漫威宇宙他都，还横跨到 DC 哦。对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山佑嘞，黑寡妇。哇！秦哥、山佑都是黑寡妇。秦哥、山佑，对对对对，秦是黑色的黑寡妇，然后山佑是那个什么量能装的黑寡妇。啊，有一个很难的阿伦。水星侠，哇哇！我要给波一个掌声啊！太厉害了，好厉害，你都记得哎，你好厉害、喔！你是有看影片还是就记起来了？你有看影片吗？有，你有看影片啊？啊，他那个不知道看了300遍了，三四百遍了。啊，你喜欢了？啊，你还要再办一次吗？这个什么微笑？我是美国队长，你是美国队长。然后姑姑是韩国队长，因为他喜欢韩国人，对吗？哦，是韩国人。还有一个你没讲到，思思是什么？哦，思思黑豹，黑豹，黑豹会讲什么？瓦干达，不是，是瓦干达什么？瓦干达 forever。瓦干达 forever。上次在你们家，然后他变装黑豹，他冲出来在我面前，瓦干达 forever， 我笑死了。而且这个手一定要比一个叉叉。没错。还有人问你，哎、欸，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？就是很卡。你再讲一次。什么？Captain America。哦 ，Captain America。你们听懂了吗？我刚刚心里想说什么卡 ？Captain America。太远。有人问说你最怕的是大九九吗？对哦。是哦。为什么？大九九怎么样？大九九会打人。等一下，他会打你吗？他有打过你哦？打哪里？哦，他用什么东西打？五十大板哦。他有他，你有看到他打谁？小熊、李小龙。哇，那他要打大舅妈吗？哎、欸，大舅妈也是打人的。哦、大舅妈也是打人的。我怎么好像有些家暴画面呢？那大舅妈打谁？打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有被大舅妈打吗？乖乖的，好，你乖乖的，好。那你记得林都在我们家做什么事吗？睡觉。大家好，我没有造谣哦。他都在睡觉哦。林一直在玩手机。想到了。哎、欸，那米宝怎么办？他没有照顾米宝。米宝跟谁玩？没有人。啊，米宝自己玩喽！真的、啊，米宝很常一个人在旁边吗？你有帮王子陪米宝吗？没有，因为你是美国队长。没错、啊，你有 get 到那个点。他非常骄傲啊，他身为美国队长、啊，这是他美国队长的骄傲，没错、啊，很帅啊，美国队长很帅。阿波，你可以讲出很多宝可梦的名字吗？卡丘。
皮卡丘。好，阿波，谢谢你哦，我们今天工作完了，跟大家拜拜。你说大家拜拜，这边讲。拜拜，下次见。再见。我是阿波，我是阿波，我爱你，你。